你又不是第一次跟我上台了，还拍？这也是我新戏的一部分，回去好像交作业呢，媳妇。什么媳妇啊？师傅，师傅，真不知道你这中文是跟谁学的？陕西人呢，我是这个陕西人，我学得很认真嘞。难怪一股子羊肉泡馍味呢。哎，你还记得羊肉泡馍？我还知道 biang biang 面呢。biang biang。哎，媳妇，你的媳妇来了。杨院长，